小狗流眼泪是怎么回事？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。可能是喝水太少引起的上火，建议主人改变一下狗狗的喝水的方式，尽量让狗狗多喝水，也可以借此来排除身体内的一些毒素，清理肠胃。小狗在生病不舒服的时候，会通过流泪来告知主人自己不舒服，这时需要及时的带狗狗就诊。当主人把小狗长时间的独自的关在家中的时候，它会因为无助和孤单寂寞而流下眼泪。如果因为小狗犯错而责罚或者嫌弃它，小狗会觉得很委屈和害怕而流泪，建议主人以细心教导为主，再结合零食来训练引导。如果小狗的食物盐分过重，可能也会导致眼部的分泌液增多，甚至产生泪痕。主人最好给狗狗制定健康科学的饮食计划，防止因营养不均衡而导致疾病表现。